爱迪生哈，纯种族猪，然后菲瑞卡撑，帮我撑七回合。对，师傅只有光背功哈，所以那个木岸金色是无法那个的，无法受到倍率的。把三张跟昨天半合在一起会怎么样呢？阿哉，可是我觉得伤应该是不会比秦皇还要高啦，秦皇这两季倍率赢很多哎、欸，而且还有飞影那些有的没的。好，这边的话一，所以可以开始排版了。然后我决定把光珠，哎，不行，那是机械。呀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机械珠的话，这个也是机械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机械珠牺牲掉，牺牲召唤。每色珠平均一些，主要是光珠啦，光珠再多的话就很尴尬了。啊，给拍，哇，我发现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我没办法攻击。我没有攻击猪，应该这样讲。先消一组啊。好啦，今天都回来啦。有了有了 ，OK OK， 这光珠可以完美的绿光了。好，那这边种族猪它也在吧？神魔人、机械妖 ，OK 都还在。来来来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还是有两个光珠啊！这光珠掉下去是怎样啊？好啦，三藏眼球光来啊！好，这样转，这转好了，按住就给他留着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哇塞，光珠啊，别闹了。哇，干，差点断掉哎、欸！要断了，完了，完了啦！要因为光珠断了啦！哎、欸，然后干五十康有这么难是不是啊？我只是想要五十康而已。好了，满伤。完美绿光消三掉二，喂，有啦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有一张一单张一照了吧？哎、欸，看光良上天上面，哎、欸，有看到有看到，11381386297979744，好啦，一张一照，谢谢各位。我觉得一定可以更高，一定可以更高。这个我的天降真的不给力，不过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更高啦。呵呵。